虽然凌乱，但都还扔在床上、沙发上，没有直接在地上。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放了干净的地方，方便自己来收拾？说这个事儿我错了，直接认错。我说怎么错了？他说现场是我自己伪造，这个警是假警。对他报假警这个行为滥用了过多的公用资源，我们依据治安处罚法对他进行了200元的罚款、批评教育。